好，我们今天介绍这支快衣夹是非常好用的哦。那这支快衣夹是不锈钢的材质哦。不锈钢的材质有一个缺点，就是用不坏。好，那你看哦，它除了可以当夹子以外，好，可以翻面，而且这个是做活动，是可以搭打蛋器。实际上它是做贴面设计的。比如说我的压力锅里面呢有蒸好的东西，夹起来它是不会让我的马铃薯整个不会散掉，但是你可以发现我的马铃薯是很软的哦，它是超软的，它可以将我的马铃薯就这么的迅速把它捣成泥。很方便哦，我们只要把这一个的纽扣把它扣起来之后，可以悬吊在你们家的厨房里面，就很好收纳。不管是这样的吊，或者是这样的吊，都可以哦。而且整只的快衣夹都可以进到你们家的食物区中。